下雨了，好冷。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？对，这是一口锅，一口正在烧开水的锅。这个天气一天比一天冷，而且今天下雨，就更加冷，冷上加冷，所以就适合吃炖菜。然后呢，今天就准备杀一只鸡，不过今天中午不会吃，今天中午吃了午饭，然后再去杀，现在把水烧着。然后现在我要来炒这个鱼笋，今天中午就简单吃一点。来迎接，留着肚皮来迎接接下来的，炖鸡、烧鸡。水开了，关火。待会儿吃完饭再热一下，就烹鸡。现在来炒菜，好了，快速炒菜。你太啊，冠军，原来好歹嘛，还就出来了。嗯，我这鸡好大哦，看看。嗯。我把它吞了。看看好重的，没得好重的，轻的，轻的，轻的，看到那么大一坨的，没塞了还没得没得，真没好重的，几斤二啊？摆的我想得轻，瘦了有点，那天那天来重轻，一天重了有时候在问，有时候没问，原来都差不多，都9斤多10斤重。这个两个你们坐远点，啊，屋里那样多蚊子。哎呀！啊，底下都坐的。有皮毛就好吃了。哎呦喂！手倒是样，这个怎么怎么好扯？你大毛毛多毛毛，你拿手倒是扯。那儿不是，第二这边，小毛毛你再把那个捅，要不然你那个水捅了好那个。大包大能扯嘛你？背汤的嘛，来来发。标准大两个手倒。哎呀，往年吃他就加点糖，要撒点盐，再去。鸡心就。再到香肠加个料一下，炖了吧。嗯。完了。
他们家就送你。嗯。门儿根本就搞不赢。哎呀，那三脚都赶不掉。今天杀了一只大鸡公，也不算太大，相比于以前的鸡来说不是太大，因为以前的鸡都是十斤重左右，这里还有十一只鸡。这下面还有两只，这下面两只是母鸡，是专门来下蛋的，这上面还有只公鸡。所以我们家还有11+3，还有14只鸡，足够今年吃到明年开春，然后再去买鸡，估计都吃不完。好吧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。这个今天杀这个鸡，看今天晚上还是明天中午来把它炖着吃，用柴火慢慢炖。